报告神帅，南靖是武团已全灭，赤焰军在德武做金矿，西做顶级武器库。当年陷害你的人已抓到。听说你们要把我卖到缅国，一个肾脏值20万，心脏也找好了买主。不是我干的。我那个好哥哥，让你们给我多少几块？不是我干，我们是他董事长指示我们的。跪下去，照他们说的，一样召回。求求你！不好的，神帅，夫人要改嫁。什么？爸爸，我有丈夫，你们不能卖我！林月，方少能看上你，是你的福气，就别闹了。放开我！放开！放开！放开！谁能够骗我？我魏无尽，谁敢跟我亲嘴？ 你没死，好啊，魏无忌，你原来还没死。来人！魏无忌，我不光要动你老婆，我还要当着你的面。你别动我，你动我就害怕，我会害怕，我会害怕。你掐死他！一会儿别怕。 现在就让他滚！我在这待着，你敢走啊，魏无忌！这个废物吹什么牛皮呢？啊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着！喂，卖家子儿，快滚回来！卖家是不到家，烈焰团要把你割杀了。魏无忌，今天算你走运。 我们来日方长。我回来了，妖代不会有人欺负你了。好你个魏无忌，竟敢坏我林家的好事！没用的东西。 得罪了方二少，我们林家怎么参加神帅的拍卖会？赶紧送他回去赔罪！是。爷爷，我老公回来了，你不能把我送去做交易呀、啊！住口！你那个废物老公抛弃了你，是谁收养了你？谁给了你饭吃？你不该为林家出点力吗？月儿花费多少钱？10倍还给你。那谁也别想走了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林月，要是我现在告诉魏家的家主。 他们家的家贼魏无忌回来，看他们怎么做！不走，我叫你先走，我要便宜的不会放过你的。魏有天，他不成，我也不去整他。你别胡说了，你快走吧，保命要紧。不就是想要拍卖会的邀请函吗？现在就让人送过来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魏无忌啊，你是昏了头了吧？只要月儿想要的，我什么都能办到，我就是区区一张邀请函。 魏无忌，我们离婚。你说什么？你不要再说大话了，我只求你能活着，其他的什么你都别管，我求你了，快走。玉儿，是我亏欠你太多，我会一一补偿你的，但是我绝对不会看着他们把你送去给别人，你相信我。 相信我一次，派人送来一份特级邀请函，给林月儿小姐。钻戒还做全套啊，林月儿，瞧瞧你找了个什么废物老公，真是把林家的脸都丢尽了。月儿，你别闹了，惹怒了你爷爷，我和你爸爸都会受连累的。赶快跟我到方家去，给方家二少赔礼。谁敢让他走？雷无忌。 你信不信我叫人把你打残了，拖出去扔了？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把我打残废。无忌。
传给林小姐送来邀请函。真的送来了？快，快把我孙女婿扶起来啊！哎呀呀，女婿，这都是误会，你这个疯婆娘，还不赶快扶起来！这是魏先生送给林月儿小姐拍卖会的特级邀请函。多谢，多谢使者。我说了，你别相信我。哎，这都是误会啊，孙女婿，你在赤远团有关系，怎么也不早说啊？等等，魏先生，哪位魏先生？是我，上次没说，邀请函已经送到，告辞。清江市能有这等机会，给月儿送邀请函的，只有魏家家主魏有天了。好你个魏无忌，差点被你骗了，真不要脸！明明就是我送的，林月儿已经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了，再不走，断脚断腿，可别怪我无情。试试看，你无忌，你先走，别让我为难好吗？呸！丧家犬也想跟我们林家攀亲戚，你也配？好，首帅恕罪啊，小刀一时疏忽，有眼无珠，求首帅恕罪。行了，首帅，林家的人敢伤你，我去灭了他们。先不用，他们毕竟是月儿的家人，我不想让他太为难。魏有天最近查得怎么样？林奶奶被他以疗养的名义软禁了，具体地址还在查，现在卫士都是他说了算。魏有天跟几大家族明争暗斗，都想得到您的千亿投资项目。哼，那我就送他一份大礼。至于你办事不力，自领二十鞭刑，他出击。是。什么？玉儿被送去魏家了？多谢魏家主给我们送的邀请函。邀请函？魏家主真不愧是清江第一世家。哦，没事没事，那个，那叔叔阿姨送月儿过来是？是这样，虽然你送了邀请函，可是神帅拍卖会的门票一张要200万，我们哪有这个钱呢？你说是吗？他们居然拿到了战尊拍卖会的邀请函。哦，这个事儿啊，哎呀，区区200万嘛。只要月儿能跟我在一起，这些都好说嘛。叔叔阿姨，要不你们先走，我俩聊一聊。哎，那你们俩聊聊，我们走。爸妈，弟妹，林家交不起拍卖会的入场费，就送夫人去感谢魏有天，趁机跟他要钱。岂有此理！林家把我夫人当什么？魏无忌，真没想到你为了钱竟然亲自把自己的老婆送到魏有天床上去。哼，你以为魏有天当初害你只是为了夺家产？那个王八蛋早就盯上你老婆了。要脸骚货，呸！你胡说什么？玉儿可是他嫂子。那又怎么样？难道你不想进去看看吗？哦，对，当年你失踪以后，你母亲也是被他逼死的。今天可是你爸妈把你送过来的，那我就叫那了啊！你放开我！哎，来，哥，给我喝了。实在喝不了了，大哥，我们俩先走。哎呦，给我回来！你爸妈把你送到我这儿来，是让你这么快就走了吗？啊！魏有天，你放开我！魏有天，你王八蛋！啊！贱货！他妈的贱女人，竟然敢打老子！放过我宋家也是不好惹的了吧？是他，是林月儿勾引我，我不想上他，他非得让我上他。魏有天，违背纲常，无耻至极。魏无忌，你他妈怎么来我们魏家了？是
是不是没死透？先他妈命长啊！啊！嫂子啊，我是真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人，他拿着传家宝逃走了。以后呀，就由我照顾你了。承认是你陷害我追杀我的了。是我又怎么样？啊！魏无忌，你看看你的样子啊！ 你他妈就活该被算计！现在魏家家主是我，你就是一个废物，你不值得站在这里。还有你的老婆，我们已经忘了。